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，来算一下，透过刚刚的算法，我们的年投资是66,300元，可是你的总收入将会高达2,203,068元，这样的投资报酬率是3,222%，真的是一个太高的投资报酬。所以你只要按部就班的跟着这个模式来做执行发展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，透过消费就能够致富，透过消费就能够转投资，透过你日常消费就变成是经营，变成一个企业，就可以来达到财富自由，拥有持续性的收入，也就叫做非工资所得。这也是一个投资的概念，投资在健康上面，投资在我们的创立长久的事业上面。而在这一年当中，请你要给我们充分的时间，也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12个月里面带着你，辅导你，教导你，一起来实现我们人生当中的梦想。所谓一年得其要领，3年必有所成，所以把时间放在对的地方，才会有对的结果出来。我们所给大家的都是一些最简单的概念，用简单的方式来做到复制，才能够彻底，也能够达到真正的倍增，从消费转事业转企业，这么简单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功心法，我们给各位这种简单的法则，接着做，按时的做，确实的执行就可以了。而这个成功心法就是我们来帮助你找回你与生俱来的成功特质，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赢家，你是，我是，我们都会是。在这个简单的经营当中，我们推行了4件事，第一是身体的健康，第二是心灵动能，第三是生活环保，第四是家庭关系。所以在我们 ECA 团队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，所以欢迎你，请你早点下定决心跟着我们，早点成功，一年的时间来获取，或者晚一点成功，不管你用2年、3年、5年都值得，总好过在一般的工作职场当中花了一辈子都还只是一个上班族，好的更好，不是吗？所以欢迎你，我们一定都会在这里成功的。